这么晚了，谁啊？哦，可能是朱小胖。哎，你小心点儿。江南，你对橙子做了什么？怎么把她气得离家出走了？我那个是我的问题，都是我手机没电了，也没跟她说好。是吗？嗯。我告诉你，我可不管你是谁，不许欺负我家橙子。虽然你刚给了我一个专访，但那是两码事，好吧？哎，可亲，这手怎么回事啊？你问他。我本来想陪他练跆拳道，让他撒撒气，放松放松，结果我一不小心用力过度，还给扭伤了。橙子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我上辈子是不是跟他们有仇啊？气死我了！好了，你们两个就别闹了。不知道的呀，还以为我家养了一只狮子。行了，看到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哎，今天是周末，你们既然都来家里了，要不就住下吧。对啊对啊，我也住下了，这样好照顾可亲。你俩住一屋，我和江南住一屋，刚好咱俩也好久没一起住了。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去你家睡，咱们一起躲在被窝里玩游戏机。你睡沙发。我，橙子，你看我都伤成这样了，医生让我在家里静养，看来我们是没办法一起去景城旅游了。没关系，以后呢有的是机会。现在时间也不早了，走，我带你上去休息，给你拿毛巾。嗯，我今天摔得可疼了。啊，是吗？慢点啊。你干嘛呢？哎，你说他们说什么呢？怎么笑得这么开心？行了，你说你个大老爷们的，扒墙角偷听人说话，赶紧睡觉。这也太假了吧！这什么东西啊？我跟你学啊。可怕吗？你不懂。我和我们家可亲终于要在一起了，耶！你呀，快清醒点吧！谁说你们两个在一起了？女人的话要反着听。我和可亲现在已经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下了，虽然是两个房间，但关系绝对上了一个大台阶。这么多年，我没发现你还有受虐倾向。你是怎么搞定嫂子的？你跟我说说呗。我的魅力，你比得了吗？哼，不说算了。你说她们两个闺蜜在一块儿会聊点什么呀？我家可亲会不会聊一些关于我的事儿啊？他会和于可亲聊到我吗？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？走，那个，一大早朱小胖就不见了，可亲他们走了。可亲在我屋里睡觉呢。我的天哪，
你们家伙食也太好了吧！橙子做饭好吃，作为闺蜜不知道。这道菜呢是有人自告奋勇做的，其他的菜呀都是我做的，快开动吧。嫂子，你做饭也太好吃了吧！不愧是烹饪世家，南哥找了你这样的媳妇儿，算他有口福。其实我们不是。来，多吃点。既然江南是你哥们儿，那就让你家山姐别死盯着他们。我表姐的事儿，我也管不着啊。秦山是你表姐？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？他做真相的时候，我都在国外了，没来得及。一定要这么撒狗粮吗？别忘了对面坐着两个单身狗。你要是想告别单身，我随时配合。赶紧吃，那么多菜还堵不住你的嘴。